随着十二月十号开始，台湾入境人次不再设限，不止刺激了观光客来台，国内民众也开始疯出国。旅行社的出国机票团费在近期都有微幅的降价。以日本为例，机票相较于解封初期降幅有2到3成，甚至还有旅行社推出的韩国团，这团费比疫情前还要便宜。旅游业者就透露说，随着航班回稳，加上离峰机位销售是有点压力的，所以这价格会逐渐回归市场机制。年底出国旺季，但在十月解封初期，机票团费涨翻天，让不少民众却步。但随着航班回稳，近来不少旅行社都有出现降价的趋势。以国人最常去的日本为例，平日出发搭乘传统航空，台北东京来回含税机票大约15000多元，比解封初期便宜2到3成。而台北首尔来回花个13000元左右也能买到，降幅也有1成。随着我们的航班也日渐稳定，供给需求的部分来讲也慢慢补足，加上市场竞争的情况下，目前看起来就是我们的票价来讲有慢慢的在收敛了。避开尖峰时段，机票有感降价，更有旅行社直言，今年旅展过后行程销售有些停滞，部分地区团费有调降，像是韩国首尔5日游，甚至比疫情前的价格还要便宜2万多元。而以家庭旅游为主的东南亚团，即便是过年出团，团费也比疫情之前便宜3万多元。盘点各大旅游业者，熊市的日本9周5天3万元有找，灿星旅游日本东北团玩4天将近28000元，而凤凰旅游11月土耳其团快闪价6万元有找，全都接近疫情前的团费水准。1月20号之前，或者是2月初之后，离峰的机位在销售上就会有一些压力，就会调整一些价钱。随着国境解封，12月10号起入境人次不再设限，就盼旅游价格早日回归市场机制，减少民众痛感。这里素宇许修明台北采访报道。嘉义市长选举的政见发表会今天上午举行，民进党推派的李俊毅炮火猛烈，强攻现任缺失，而要拼连任的国民党候选人黄敏惠则是持续打出政见牌。其中呢，姓名有15个字的黄鸿成，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，他更是出怪招，不但大跳瑜伽，还换上了招牌的财神爷套装，让严肃的政见发表会增添了一些插曲。嘉义市长重新选举18号就要登场，10号上午5位候选人进行政见发表会，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毅一开始就炮火猛攻。这是远见杂志今年评定的结果，嘉义市的经济跟就业是全国最后一名，3个离岛不算，是全国最后一名，19名，这叫进步吗？李俊毅另外也针对社会福利、交通及产业提出3新2建政策，而国民党的候选人黄敏惠则是大打政绩牌，要拼连任。连续2年，我们都拿到永续城市的特优奖，防疫表现的满意度又是大家所肯定，尤其是全国第一名。另外，原本是国民党员的郑凯生则认为嘉义市停滞太久，提出多项产业与民生的相关政见。至于姓名有15个字的黄鸿成，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，穿着运动内衣、瑜伽裤到场，发表政见时大呼口号，更现场做瑜伽动作，最后还来个大休息，直接躺平。我们就来进入到大休息。第二阶段还换上了招牌财神装，而盛装出席的还有他第三次参选的陈泰山。我是第3号市长候选人陈泰山。身穿军服，头戴钢盔，不停自信满满高呼口号，18号就要正式投票，候选人各自努力要赢得选民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民众分享到驾训班学开车，不过教练车竟然是像这样子敞篷的，四门轿车只有窗框，没有挡风玻璃，也没有车顶。网友笑称说这视野绝佳。有人爆笑留言说，来这里学开车呢，合约上必须要备注说雨天不得旷课，冬天不能缺席。像这样的敞篷教练车引发了热议。实际上找到驾训班，他们说呢，这台车子是专门设计给对开车卡关的学员，透过视野比较开阔来降低心理障碍。考教学开车，这台超下趴教练车竟是敞篷车，四门车款、挡风玻璃、车窗通通消失，仅留窗框，就连车顶也不见。车身两侧还插国旗，网友看了说根本国庆阅兵车，全景天窗零死角，视线一级棒，没理由再说看不到线。但深等敞篷面临天气残酷考验，也因此有网友爆笑留言，合约必须备注雨天不得旷课，冬天不能缺席，敞篷教练车造成轰动。引爆话题的本尊是这一台
A 柱啊 B 柱啊那种死角视线，有的学生他比较有那种心理障碍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请他们试开这台车看看。拆掉玻璃车顶，半露天设计，原来是体贴对开车卡关的学员，视线开阔，先找回信心兴趣，再换回一般车练习。除了敞篷，这台车跟一般车没两样，构造功能都正常，当然仅限教学场地，严禁上马路。不会压到线了，他不会有视角。你会想开吗？会。笑脸开啦，哎呀，够帅啦！解密敞篷教练车有其功用，意外变话题，关注度瞬间暴增。记者柯承浩高雄报道。周末假期带你来品尝美食，原住民族嘉年华今明两天在南投县盛大登场。县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，其中烤猪大赛呢备受瞩目，有十家通过烤大猪认证的业者一同来参与比赛。每位职人拿出了看家本领，要比比看谁烤的最好吃。一只只猪在架子上不断翻滚烘烤，香气扑鼻。每只猪外皮酥脆，肉质 Q 弹，让人看了垂涎三尺。游客们一口接着一口，停不下来。它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弹牙，而且肉质呢非常的鲜甜，整个口感在嘴里面化开。游客们个个赞不绝口。南投县政府10号、11号举办原住民族嘉年华，其中烤猪比赛备受瞩目。为了提高比赛水平，十家参赛业者都得通过烤大猪认证，每位职人都拿出拿手绝活，最后由新义乡某家业者夺得第一名，抱回大奖26000元，更大方分享烤大猪秘诀。烤大猪有什么样的诀窍？烤大猪就是你要有耐心啊，不要急，慢慢烤。烤大猪是原住民传统文化，之前受疫情冲击，业者生意惨兮兮，既然疫情回温，县府力拼推广烤大猪比赛，希望能抛砖引玉，带动经济发展。记者曾如成报道。